중국 드라마 대사를 예문으로 성어 뿌저 저우단을 배워보도록 하겠습니다. 역시 쉬운 성어죠. 선택하다의 저니까 수단을 선택하지 않다가 직역이고요. 수단 방법을 가리지 않다, 온갖 방법을 다 쓰다라는 그러니까 안 좋은 느낌의 성어가 되겠죠. 뿌저 저우단, 形容 为了达到目的, 什么 手段? 都 使得出来. 목적에 이르기 위해서 그 어떤 수단도 다쓸수 있다는 것을 나타냅니다. 드라마 예문 6개를 각각 자막 없는 원본으로 2번, 해석, 자막 있는 영상으로 2번, 본 다음에 6번씩 반복해서 외워볼 텐데요. 듣기를 연습하실 때는 정상 속도로, 따라하면서 외워보실 때는 0.75 배속으로 하시면 좋습니다. 看来你已经不是当初的你了。不为难不地不择手段，这不是你当年教我的。看来你已经不是当初的你了。不为难不地不择手段，这不是你当年教我的。看来你已经不是当初的你了。 보아하니 너는 이미 예전의 너가 아니구나. 是나 不是에 러가 있으면 변화지요. 이제 예전의 너가 아니게 되었다. 변화를 나타내고요.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这不是你当年教我的吗？为达到目的，줄여서 为达目的, 목적에 이르기 위해서 수단 방법을 가리지 않는 것, 이것은 당신이 그 시절에 나한테 가르쳐 준것 아닌가? 가르치다라고 할때 치아오는 일성으로 가는 것도 기억하시고요. 看来你已经不是当初的你了。不为难不地不择手段，这不是你当年教我的。但我真的没有想到，竟然是你在背后策划的。我们是一样的，都是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人。但我真的没有想到。 竟然是你在背后策划的。我们是一样的，都是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人。但我真的没有想到，竟然是你在背后策划的。하지만 나는 정말 竟然은 놀랍게도 뜻밖에도 이런 거죠. 당신이 배우에서 획책했다는 것을 정말 생각지도 못했어. 我们是一样的，都是为了达到目的。 可以不择手段的人. 우리는 똑같은 사람들이야. 우리 둘다 목적을 이루기 위해서라면 수단 방법을 가리지 않을 수 있는 사람들이지. 但我真的没有想到，竟然是你在背后策划的。我们是一样的，都是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人。但我真的没有想到，竟然是你在背后策划的。我们是一样的。 都是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人。你明白认真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样吗？我会理直气壮地去追他，但是不会卑躬屈膝地去求他，更不会不择手段地逼他。他如果喜欢别人的话，我只会祝福。你明白认真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样吗？我会理直气壮地去追他，但是不会卑躬屈膝地去求他。 更不会不择手段地逼他。他如果喜欢别人的话，我只会祝福。你明白认真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样吗？한 사람을 진지하게 좋아한다는 게 어떤 건지 알아? 我会理直气壮地去追他，但是不会卑躬屈膝地去求他。 여기에 취는 각각 적극성을 나타냅니다. 가다라고 해석하지 않지요. 적극성을 느껴주기만 하면 됩니다. 드러내놓고 해석은 하지 않습니다. 리즈치壮, 이치가 충분하여 당당하다 이런 뜻인데요. 당당하고 떳떳하게 그를 따라다니지만 빼이꽁추시 굽실거리고 무릎을 꿇고 하는 거죠. 비굴하게 구걸하지는 않는 거야. 更不会 不择手段的逼他, 수단과 방법을 가리지 않고 강요하는 것은 더욱 아니지. 他如果喜欢别人的话，我只会祝福。만약 그가 다른 사람을 좋아하면
나는 그저 축복을 해줄 거야. 你明白认真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样吗？我会理直气壮地去追他，但是不会卑躬屈膝地去求他，更不会不择手段地逼他。他如果喜欢别人的话，我只会祝福。你明白认真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样吗？我会理直气壮地去追他，但是不会卑躬屈膝地去求他，更不会不择手段地逼他。他如果喜欢别人的话， 我只会祝福。其实最近我反思了很多。之前我管你有点不择手段了，方式方法有点硬。得了得了，我是你弟，不是你儿子。其实最近我反思了很多。之前我管你有点不择手段了，方式方法有点硬。得了得了，我是你弟，不是你儿子。其实最近我反思了很多。사실난요즘 반성을 많이 했어. 之前我管你有点不择手段了. 사실 내가 예전에 너를 단속할 때 좀 너무 수단 방법 가리지 않고 단속을 한 경향이 있어. 方式方法有点硬. 방식과 방법이 너무 경직됐었지. 得了得了,我是你弟,不是你孩子. 됐어. 그런 얘기 이제 그만해. 나는 형의 동생이야. 아이가 아니고. 其实最近我反思了很多。之前我管你有点不择手段了，方式方法有点硬。得了得了，我是你弟，不是你儿子。其实最近我反思了很多。之前我管你有点不择手段了，方式方法有点硬。得了得了，我是你弟，不是你儿子。我偷听懂了。你偷听？你堂堂公交大厦，你居然偷听？对。 爱一个人，为了留住一个人，有时候就要不择手段。我偷听到了。你偷听？你堂堂公交大厦，你居然偷听？对，爱一个人，为了留住一个人，有时候就要不择手段。我偷听到， 내가 몰래 엿들어서 알게 된 거야. 你 偷听， 당신이 엿들었다고요? 你 당당 공자大少爷. 공자는 아무래도 궁하고 관련이 있는 거죠. 황가 정도로 해석하면 되겠습니다. 당신처럼 이렇게 당당한 황족의 도련님이 니 쥐란 토팅 세상에나 엿들었다고요? 对, 爱一个人, 为了留住一个人, 有时候就要不择手段. 맞아, 한 사람을 사랑한다면 누군가를 붙잡아 두기 위해서는 때로는 수단과 방법을 가리지 말아야 해. 我偷听到了。你偷听？你堂堂公交大厦，你居然偷听？对，爱一个人，为了留住一个人，有时候就要不择手段。我偷听到了。你偷听？你堂堂公交大厦，你居然偷听？对，爱一个人，为了留住一个人，有时候就要不择手段。你大哥说过，为了得到心爱的人，为了保护心疼的人。 有时候就想不择手段。你大哥说过，为了得到心爱的人，为了保护心疼的人，有时候就想不择手段。你大哥说过，大哥는 정말 큰 형일 수도 있지만 어떤 한 개파의 대장 정도일 수 있지요. 사형이라고 해석할 수도 있겠습니다. 너희 큰 형이 혹은 너희 사형이 이런 말을 한 적이 있었지. 为了得到心爱的人 为了保护心疼的人，有时候就是要不择手段，就是는 단호함을 나타냅니다. 사랑하는 사람을 얻기 위해서, 마음에 든 사람을 보호하기 위해서, 때로는 수단 방법을 가리지 말아야 한다고. 你大哥说过，为了得到心爱的人，为了保护心疼的人，有时候就想不择手段。你大哥说过，为了得到心爱的人。 为了保护心疼的人，有时候就想不择手。 看来你已经不是当初的你了。为了达目的不择手段，是不是你当年教我的？看来你已经不是当初的你了。为了达目的不择手段，是不是你当年教我的？
看来你已经不是当初的你了。为了安布迪布斯的手段，是不是你当年教我的？但我真的没有想到，竟然是你在背后策划的。我们是一样的，都是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人。但我真的没有想到，竟然是你在背后策划的。我们是一样的，都是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人。但我真的没有想到，竟然是你在背后策划的。我们是一样的，都是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人。但我真的没有想到，竟然是你在背后策划的。我们是一样的，都是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人。但我真的没有想到，竟然是你在背后策划的。我们是一样的，都是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人。但我真的没有想到，竟然是你在背后策划的。我们是一样的，都是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人。你明白认真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样吗？我会理直气壮地去追他，但是不会卑躬屈膝地去求他，更不会不择手段地逼他。他如果喜欢别人的话，我只会祝福。你明白认真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样吗？我会理直气壮地去追他，但是不会卑躬屈膝地去求他，更不会不择手段地逼他。他如果喜欢别人的话，我只会祝福。你明白认真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样吗？我会理直气壮地去追他，但是不会卑躬屈膝地去求他，更不会不择手段地逼他。他如果喜欢别人的话，我只会祝福。你明白认真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样吗？我会理直气壮地去追他，但是不会卑躬屈膝地去求他，更不会不择手段地逼他。他如果喜欢别人的话，我只会祝福。你明白认真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样吗？我会理直气壮地去追他，但是不会卑躬屈膝地去求他，更不会不择手段地逼他。他如果喜欢别人的话，我只会祝福。你明白认真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样吗？我会理直气壮地去追他，但是不会卑躬屈膝地去求他，更不会不择手段地逼他。他如果喜欢别人的话，我只会祝福。其实最近我反思了很多，之前我管你有点不择手段了，方式方法有点硬。得了得了，我是你弟，不是你儿子。其实最近我反思了很多，之前我管你有点不择手段了，方式方法有点硬。得了得了，我是你弟，不是你儿子。其实最近我反思了很多，之前我管你有点不择手段了，方式方法有点硬。得了得了，我是你弟，不是你儿子。其实最近我反思了很多，之前我管你有点不择手段了，方式方法有点硬。得了得了，我是你弟，不是你儿子。其实最近我反思了很多，之前我管你有点不择手段了，方式方法有点硬。得了得了，我是你弟，不是你儿子。其实最近我反思了很多，之前我管你有点不择手段了，方式方法有点硬。得了得了，我是你弟，不是你儿子。我偷听到了。你偷听？你堂堂公家大少爷，你居然偷听？对，爱一个人，为了留住一个人，有时候就要不择手段。我偷听到了。你偷听？你堂堂公家大少爷，你居然偷听？对，爱一个人，为了留住一个人，有时候就要不择手段。我偷听到了。你偷听？你堂堂公家大少爷，你居然偷听？
对，爱一个人，为了留住一个人，有时候就要不择手段。我偷听到了。你偷听？你堂堂公家大少爷，你居然偷听？对，爱一个人，为了留住一个人，有时候就要不择手段。我偷听到了。你偷听？你堂堂公家大少爷，你居然偷听？对，爱一个人，为了留住一个人，有时候就要不择手段。我偷听到了。你偷听？你堂堂公家大少爷，你居然偷听？对，爱一个人，为了留住一个人，有时候就要不择手段。你大哥说过，为了得到心爱的人，为了保护心疼的人，有时候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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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择手段。